现在对义大球员来义大球团本身来讲，应该是影响最大的哦。是是，有什么差？不过义大哦，其实义大去年在新农时代的时候，他们的打击、他们的打线本来就是评价非常高的，只是说他们去年就是完全不采用洋将这个政策，对球队的伤害很大。那 Manny 这样一走的话，其实他目前为止他的打击率、他的全垒打打点都在整个联盟排名第三名的前三名之内。那他这种打击成绩对球队当然是一离开会有一些影响了。是。可是各位球迷也不要忘了，其实义大里面还有很顶级的一个打者。说几位。是林义泉。是。他到目前为止是整个中华职棒唯一一个四成的打者。然后他的全垒打、他的安打都是整个联盟里面都是排名在第一的。然后打点呢还排第二。那我想 Manny 走了以后，他当然会扛起这个最重要的打者的任务啦。是。那像他们队上还有高国辉、还有胡金龙这些本来就人气非常好的球员，我想不管是从战绩或是他们的整个的人气来讲，我想 Manny 的离开，我个人认为是不会影响到什么太大的程度这样子。事实上他所带来的影响，应该也会刺激到其他的选手们，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的发挥？是是，没有错，因为义大 Manny 今天决定要离开以后，很多的他们的义大球员已经在脸书上留言了，说他们实在是非常感谢，但很不舍得 Manny 离开嘛。是。那他们非常感谢 Manny 在这个三个多月给他们一个很直接、很有效益的一个指导。那不管是投手，不管是打者，是，甚至 Manny 在台湾这段期间，他看到其他球队比较他认为比较好的打者，像张泰山、像彭振明，是，他都会找时间去跟他们交换意见，是，因为他不吝于切磋，他本身也想很想了解亚洲打者的一个特性到底在哪里，所以我想这对整个义大来讲的话，他们在这段期间确实学到很多东西，这是 Manny 对他们另外一个很大的帮助。 Manny 自己也学到了一些东西，亚洲打者的一些，对，能来他到日本职棒去打也许有很大的帮助，当然也留给台湾的不管是球队、球员还有很多球迷也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个打者的风范哦。非常感谢您，谢谢钟彪，我们继续为中华职棒加油，谢谢您，谢谢。